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亿万富翁罗伯特·毕格罗不只是一位企业家，他一直对太空探索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寻找外星生命。早在他12岁起，就立志成为富翁，好实现去太空旅行的梦想。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于1987年创立了美国知名连锁酒店美国预算套房。一旦确保了资金充足，他便在1998年创建了毕格罗宇航公司，拥有载人航天实验室和工厂。美国 CBS 的60分钟曾经访问他，他表示完全不怕被人们认定是个疯狂的人，他只是认真于自己的梦想，所以他投入数百万美元在外星人的议题上，花费比任何美国人都要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外星生命。他还表示自己可以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获得有关 UFO 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的报告。他坚定地相信其实已经有外星生命住在地球，混入人类当中了。而他成立毕格罗宇航公司的愿景，就是在宇宙中开启第一间酒店，以便有更多机会接触外星生命。也因为如此，他在2004年成立了毕格罗宇航高级太空研究所，与美国五角大厦合作展开 UFO 的研究项目，更与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有合作关系。此外，他还与特斯拉公司合作。2016年，特斯拉的 SpaceX 将毕格罗研究所制造的可扩展空间站模块送进了外太空。换句话说，毕格罗追求梦想的研究所也的确做出了可观的成绩，让他更为全心投入。然而，就在2021年，毕格罗透过自己名下的毕格罗意识研究所，突然宣布了他要举办一项论文比赛，悬赏100万美金，希望有人能够提出超越合理怀疑而且有实际证据的论述，来证明人即使在死后仍然能够存有意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灵魂的存在，并且证明死后世界真的存在。在本次的论文讲中，神经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只要能够提交一篇至少有25000字的论文，并且提出人在死亡后仍然存有意识的证据与论述，就有机会获得50万美元的最高奖金。第二名奖金为30万元，而第三名则为15万美元。事实上，毕格罗并不是第一次对死后世界表现出兴趣。过去在探索外星生命的时候，毕格罗就表示他同样也好奇人类死亡之后是否就失去了意识。不过这一次，他是第一次认真地把过去用来追求外太空生命的精力转向了探索人死后的真相。为什么他会忽然有这样的转变呢？毕格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透露，这和他人生经历的重大打击有关。一次是在1992年，毕格罗24岁的儿子罗德自杀身亡，这让毕格罗夫妇极度痛苦失落。为了寻求安慰，他们甚至找了灵媒，想要和死去的儿子说话。这也使得毕格罗开始对死后的世界感到好奇。而更大的刺激是来自去年6月，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戴安因为白血病而去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让毕格罗下定决心要研究人类死后的秘密，无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甚至结束了自己曾经看作美梦成真的毕格罗宇航高级太空研究所，于2020年6月成立了毕格罗意识研究协会，专门研究人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该协会的网站指出，他成立的宗旨有二：第一是支持对肉身死亡之后人类意识存在的研究；第二是支持基于这些研究资料对于来世性质所做的研究。如今，毕格罗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人，曾经让他如此狂热期望发现外太空生命的梦想，现在大概都比不上与心爱的人再次相见的渴望。在基督信仰里，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4节就曾经提到相似的渴望以及确实的回答。那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段经文就是基督信仰对人死后世界的答案。虽然这不是一个论文，然而这却是一个应许。对基督徒来说，这表示这是一个必然实现的事实，这事实给面对死亡的人带来最有力的安慰和盼望。若有意参加毕格罗的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在2月28日前通过资格认证，比如至少有5年在神经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记录。通过认证后，在8月1日之前提交论文，要以英文撰写。投稿结束后，一个包括由神经科学家、哲学和宗教思想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将选出优胜者，并于11月1日公布答案。目前
不少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们正在拭目以待，想知道到时会有怎样的结果。